今次到呢个土系道馆啦，诶，阿唐，系啊，挑战啊，你打咗未先？阿谷老大，上次系小谷，而今次系谷老大，咁中意谷嘅，你知道水系地库，对付地上系，我摸咗草系啊嘛，你唔记得咗啦咩？我帮我拣草系啊嘛 ，OK， 呢个系 lift 嚟嘅。OK， 哇、wow ！有啲工业区嘅感觉喎。喂，你唔系要俾支水我嘅咩？梵巴道馆。点啊？好怕水属性，我知道。草龙兵都唔中意。OK， 咁我仲有草啊嘛，系咪？冰我都有諗住學嘅，即係哇，可唔可以唔打佢？哎，走唔甩嘅呢個。冰呢，我諗住俾阿路卡利奧學冰凍拳啦，覺得應該都會唔錯嘅，係啊，因為冰凍拳可以打到啲草系啊、雀啊，同埋可以打到龍系，最重要係打到龍系。呢、這个重点嚟，先都呢啲噶啦。佢呢个应该系土加超能力噶嘛，好似系嘛？系啦，冇事咧，轻松咧。咁我弱弱睇过嘅，呢度就好似系个迷宫嚟嘅，希望可以走得到去嗰、那个，哎呀！希望可以去到终点找到谷老大啊！先，呢个系我纯粹俾人睇下啫。OK， 一定要打嘅呢个系嘛？我哋，唉，其实佢系咪预咗要你打晒咁多个啊？其实，咪先，我就算去得到终点。我都要出去補返一次 PP 同埋血先，如果唔係呢，我咁樣打法都係去到最後都係食屎嘅咁樣。我啲技係得個十招，佢有幾隻嘢呀？睇先，記得返呢隻啫，我估。我呢十招呀，連打卒仔都唔知夠唔夠用。太多卒仔啦！我有三隻啊，我顶啊！仲要够攻击添，好在我系用特攻嘅啫。嚟啊！顶我生粒飞枝好痛，食得多薯条啊！生粒飞枝，唉，用电梯。啱啱嗰个电梯啊，嗰个叫电梯啊，睇唔到嘢嘅。先呢度啊，我乱行嘅啫，其实。喂，喂，好嘢喎！等你好耐咧，领教你嘅实力。我估唔到，系啊，即系咧，其实我有睇过攻略嗰、那个点样行，点样行，但我当然唔记得啦。OK， 我谂住荡失一路唔识行，我先睇，点知我系识行，好嘢！先威吓，系得啦，我唔用攻击力噶，嚟啦！先啊，我觉得我要用影子分身好似好啲，反正要打，可能我打两三隻咁样。先系打唔中，非常好，用多下。咁就 OK 啦。
哎哟，嚟啦！鳄鱼冇特防噶嘛，系嘛？哎，得搞掂，非常好，冇特防啊！刀叶啊，哇！刀叶啊，睇先，哇，物理技嚟噶，咁啊？但我系玩特工噶、哦，招技90功好似好高功，但系我迟啲学能量球应该仲劲啦，所以就算啦，唔用，放弃刀叶。穿山王 ，OK， 穿山王系高攻击力噶，好似速度高攻击力噶。诶、欸，我速度咁高过佢，哎呀，哎佢出到喎，哎哟，哎哟，冇 feel 啊，哎呀，用药水 ，OK， 我用咗两下高回避，佢打一种算系咁。个吸取仲高攻啊！哇！但我咁啱击中要害咋？龙头地鼠 ，OK， 我一隻打晒三隻，唔知得唔得咧？佢呢只速度可能快过我，试下啦，嚟啊！系啊，速度快过我，佢打唔中，哎，回避率仲喺度，哎哟，惨啦今次，打唔中。嚟多下，嚟多下，好正！睇先，我一下影子分析一下生长先，系打唔中咧，系打唔中噶啦，我知道系打唔中，紧要先嚟多下影子分析，嚟多下回避，正啊！呢个真系黐线，又影子分身，又生长，黐线，非常黐线呢招技咁样出，好，搞半气，哎出到咯，我顶，哎呀害怕添，嚟多嘢嚟多嘢，打唔中，我转，我哋搏佢下，哇哇哇，佢一下应该补血啦。咦唔系，佢有树果喎、啊。咁佢唔会用补血啦，先搏佢呢下打唔中，搏佢呢下打唔中，哎打唔中 ，yes， 搞掂 ，yes， 劲啊！青能蛇单挑三隻，太劲啦！哼，边个话净得水系嘅？主角啊嘛，草系噶嘛，几劲？耶！唔需要练到啲嘢咁劲咁多只，一只就够噶啦，就系主角青能蛇。60级以下都会听我讲，好啦。压路呢招系究竟系压路系土系定石系嚟咧？应该土系技嚟嘅，我估都。点解喺佢嗰个位置上翻嚟喺呢度？可以调动嗰啲咁嘅地台系嘛 ？OK， 阿童你仲等紧我咩？你唔系想挑机系嘛？你帮我补血先，唔系只系有精灵球。你抢走扒手猫，你仲记住只扒手猫？你真系好想帮你个妹喎！系啊，我识噶，兄弟嚟噶，好地方。点解放咗等离子队？唔理系咩都需要勇气，一旦认为自己系啱嘅，就会否定一切自己以外嘅想法同意见。哇！呢啲真系大人嘅判断，我都判断唔到啊！你讲得咁深奥。锦标赛
咦？锦标赛唔系应该系我哋啲打晒道馆之后先去咩嘅咩？就喺呢度啦，就喺呢度，好气派。嚟啦，入去啦，嚟玩下咯。阿切连都喺度啊，先八人参加嘅锦标赛，只要赢三次就系冠军。OK， 点解我都要？系啊，你要啊，你个人玩埋一份啦。哎呀，你嗰个朋友而家唔喺度，而且年青嘅力量，大家最中意明日之星，我就系明日之星。嚟啦！嚟啦！嚟啦！唔好讲嘢啦，开始啦！加啖水先。喂，我呢？几时到我啊？哎，参加啦，嚟啦！仲有第二个咩？凡巴嘛，冇返回锦标赛噶嘛，系嘛？参加之后买路嚟啦，要几只噶？我三只，啱啱三只啦。手续都办完啦 ，OK。咁啊，参加世界锦标赛噶啦，我就系嘛嚟咯。我可唔可以打边个？打阿童啊？吓，我可唔可以打阿童啊？唔系啊嘛，我冇睇错啊。哦，第一战就打自己兄弟，我唔会留手噶，阿童。有得决战啊！我哋。因为谷老大唔参加嘅，阿谷老大唔想玩。喂，死咯！佢可唔可以出只猪啊？死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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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唔可以出只猪？哎，佢得廿五呢嘅？吓，你认真咩？可唔可以得廿五呢？咁啊，咁我礼噶咯。吓、啊？嗱，你自己唔争气啊，得廿五咧，你唔好怪我啊！因为我啱啱打完道馆，冇可能得廿五咧。哎，我冇得转，冇得转精灵嘅，佢唔俾我转精灵嘅喂。先发劲啦！对住低呢个，我都冇必要搞啲咩辅助嘢，减攻击啊嘛，呢、這个系麻地防御 ，OK， 冇事。速度快过你啊！咁样冇意思喎、啊，得廿五咧。我以为大家都系同咧，即系可能大家廿五咧，或者大家都五十咧咁样。咁呢个我要转一转。吓、啊，佢冇得俾我转咁衰嘅喂！玩锦标赛系冇得转，直接要打落去嘅，咁样嘅。做咩要挑拨我咧？做乜挑引我啊？即系你都知，你都知你自己得翻一只噶啦，系嘛？仲挑人嚟做乜鬼啊？做乜嘢咧？阿童，你系咪未瞓醒啊？冇事啊嘛，你好有意思啊嘛，你下次升高啲咧就仲有意思噶啦，系啊，我唔想咁样玩，得廿五咧。压倒性胜利 ，OK。呜、哦，系我赢啊！应该系切连啦，系嘛？切连做馆主冇可能会输啊！又要打多次切连咧，一般系。咪先，佢系咪都系廿五嚟？唔会应该系廿五咧系嘛？
我上次打佢佢几叻呢？佢13叻。今次睇下如何。长毛狗 ，OK。我速度就唔够佢快噶啦，八劲啦。嘿，我竟然快过佢速度。哦，系咪因为佢25厘啊？佢25厘啊，可能系。哇，呢只咧，呢只鼠好似用光之石先进化到，因为我捉咗只可以有隐藏特性嗰只啦。佢隐藏特性系可以计次数嘅技，每次都出到5次啊，好变态啊系。先都系法劲啦，佢一般系俾我打都系咁打法嘅。点解要咁样玩呢？唔好意思喎，咁样我30几呢喎，大佬咁我有意思咩？啊？唉，我觉得我好似恰紧佢哋，应该系嗰个咩阿克罗马啦，系啦，命运对决嚟，一定要打。咁好明显我就第一个冠军啦，系嘛？唔会系佢赢噶啦，佢又廿五咧。引导出神奇宝贝的力量，黐线会讲埋佢嗰啲邪恶理念出嚟嘅，咩介绍嚟？咁你话我咯，康系喺。居住喺伦敦嘅训练师啦，系嘛？你最好唔好得25咧，我真系觉得好似恰紧你啊！我真系觉得恰紧你，大佬嚟啊！我三合一次怪，哇，好靓仔！喺呢个版叫三合一次怪咧，系好得意嘅，呢嗰啲色鲜艳啲。我猜，哎呀唔死我佢结实哦 ，OK， 我顶你咯，唔该晒你，有结实真系好衰，我猜出到就好啦 ，OK， 小灰怪呢只系。我唔记得系咪有幽灵系喺入边，总之好似咩死咩嚟噶？唔俾回血系嘛？诶，出得到 ？OK， 咁样搞法咧，我换一换嘢好似好啲。呢只我唔系好知佢咩系。如果用格斗打落去唔痛嘅话。如果格斗打落去唔痛，可以系咩系咧？超能力，似系超能力喎。如果咁样 ，OK， 系咯。如果格斗打落去唔痛，正常可能系超能力咯。佢冇可能系飞行系啦，系嘛 ？OK， 嚟啊！嚟一招水柱尾。boom 啊！耶，你睇下卖路嚟几劲，几劲先得噶，大佬。系我，系呢度呢度呢度，嘿嘿，我就系冠军。阿罗咩马你不如算啦好嘛？你啲嘢都未练够咧，就同我打，何必呢？哼哼，攞到冠军，耶、yeah! ！得一点，实不相瞒啊！我打地下铁嗰个咧，每铺每打7条都有三点，呢度得一点，我都系翻去打地下铁好过。不过康你们完全不一样了，系啊，大佬，
我而家打到第几个道馆啊？第五个道馆啊！真系系咪第五个？第几个啊？我唔记得第几个啦。我打到第几个道馆啊？你系第一个道馆嘅馆主，梗系唔同啦。冇必要牵扯进者危险的事情中去，我翻译唔到已经。吓、啊，做咩事啊？你要保护佢？阿童唔使人保护喎，你谂多咗。呢个边度嚟噶？啊，你哋做乜嘢？这船为什么这么冷呢？吓、啊？你咪冻咪着多件衫咯。伪装成古旧嘅帆船唔会系嘛？喂，呢啲系低级子队喎、啊。呢啲同你啲冇马上要瓜嘅人冇关系。哇，你讲啊？你先一二三四五六六条友系嘛？诶、哎，我一个打晒六个。喂，我讲笑啫，七个。喂，俾人围喂，俾人围。阿童，你唔好乱讲嘢，好多人啊！喂喂喂喂，先说好，马上发嬲啦！言っておく。俺は今から怒るぜ。本当に面倒なんだから。さっさと終わらせるから。お前も力を貸せよ。あ。哇！阿童一个打五个，我打住一个先。哇！我哋俾人围。OK， 睇先呢只嘢咧，佢系浮游特性，所以咧我应该用唔到呢招噶，我估。用你啦。有回旋球唔紧要，唔痛啊，大佬，我都 feel 唔到痛，你出嚟做乜鬼啫？嚟啊，搞掂你先。其实咁样讲翻，毒气丸都几劲，我先制防御，先制防御冇用噶嘛，不亡气咯。毒气丸都几劲，唯一可以黑到佢嘅地系啊，啊唔系黑到佢嘅地系系佢浮游特性，所以打唔到佢，真系劲喎呢啲。我一直都冇谂过，原来佢有呢个咁好嘅特性。卧卧袋，哎咁你可以收皮啦，咁中用毒系啊嗱。啊！我顶打唔中，升个咩啊？防御力啊嘛，系嘛？得啦，再嚟个三下，唉，搞掂！只要系三下就搞掂噶，通常两下都搞唔掂嘅，因为 ，OK， 喂，你点啊？你点啊？搞成点？两年前阻我哋，你一样系啊，又系我，我转生咗，咁多人赶紧投降吧？喂，点啊，阿童，轻松啊，快啲帮次田先生。OK， 二 V 一干掉者家伙，想见识下我哋嘅配合，好啊，嚟啊，就系、是、等你呢一句好耐啊，哼。嚟啦！臭泥大嘴福 ，OK。OK。哇！一下减晒两个攻击力，非常好。OK， 咁就我打呢只啦，打臭泥。Yeah baby， 收啲歌你嚟睇下，嚟啊！劲力摸啊 ！OK， 唔好出去我度，唔好啊！我顶，出去我度。
名额。嗌出发镜，睇下出唔出到先。靠你出到，哎得咗。想搞掂我？哇，雷亚喎，黐线啊！哇，发劲啦，再嚟发劲！我顶打翻自己。阿长毛狗系劲，佢啲技能啊好黐线，有雷技，仲啱啱嗰招唔知咩劲力，超劲喎！嗰招劲力，帮阿童 ，OK， 阿童，五年前抢咗扒手猫就系你吗？哇！你为咗抢，你为咗抢翻只扒手猫，你都几尽力噶，你真系一个好锡阿妹嘅哥哥。喂，我唔系中麻痹啊嘛，仲 keep 住麻痹而家。我顶，诶，冇咗麻痹喎。啊，唔系，啱啱唔系麻痹，系混乱啊，我以为麻痹添，吓死我。冇事冇事冇事。喂，睇你啊，睇你啊，嗱，睇你啊，搞掂佢啊。咩技嚟噶佢招？我顶个自爆喎、啊！我有降系，应该唔惊嘅。哎，冇事，冇事。降系就系可以唔使惊呢一般技，非常好。暴走鼠嚟啊！拉达，我搞掂只高达先啦。高达会劲少少。高达个招必杀门啊，好劲！OK， 睇你啊，猛撞！喂，你啲猛撞都唔劲，我顶！你嗰招猛撞冇 feel 喎，撞落去，你系咪怒啊？阿童，你真系撞落去冇 feel 嘅。呢啲系真系唔相信我哋可以赢得到佢哋嘅，你有冇谂过你哋系太废？我想问，哇，仲点啊？你系冰冻库入边发抖嘅嗰个人，卫欧衰人，我哋要支配传说中嘅龙神奇宝贝，统治成日都话想统治。你搞掂你身边嗰啲人啊！你叫佢训练好精灵先啦、啊。我顶，我们可不是你的。我知道，总之快去轰出去。吓、啊，吓、啊，咁就俾佢掉出嚟啦。暴力对待喎、啊，而家马上就要用传说中嘅龙神奇宝贝统治合众。即系嗰两只主角嘢啦，传说中嘅雷希拉姆同捷克罗姆，唉，点解你会知嘅？你见过啊？六号道路调查啲嘢 ，OK， 咁我跟住嚟啦。